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he time.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这部古装喜剧题材的电影以盛唐为背景，讲述了一群小人物妙趣横生的圆梦故事，不仅颠覆了名著《西游记》，更是充满了无厘头的搞笑。那你就别怪我逼你出手。两位大爷，你们就不要行侠仗义了。你找打你！在电影中，谢娜挑战起了猪八戒一角，只是这个猪八戒不仅改名为猪八戒，比起原著《西游记》里那个憨憨的八戒，谢娜演绎的这个女版八戒还真有些邪趣。嘿，大爷，各位，今儿算是抄着了。今天各位算是抄着了。刚才这段精彩的秧歌表演是我的收山之作。谢娜挑战猪八戒，老搭档何炅也承担了不少重头戏。他饰演名为孙悟饭的孙悟空，不仅在形象上有所改变，这个悟空更是十分滑稽。我在这个戏里演的是孙悟饭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比较时尚、比较帅气、比较有趣的孙悟空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我身上哪一点让导演想到了孙悟空，我希望不是觉得我像猴子。老天爷的眼泪也是咸的。而说起饰演这个角色，何炅似乎打开了话匣子，这不，面对大家他还诉起了苦。我们要持续这样的表演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就是因为要不停地拍，然后呢，王子的脚的那个就鞋子最尖的那个地方一直磕到我这儿，所以第二天这就有这么大的一块淤青，就是紫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